车嘛，毕竟需要了解这些方面法律知识也不太了解。同样的一个作案动机和作案手法，我呢就是当时是我们班主任，他本人打得很啊，都害怕的。在那上网上到十二点左右，然后上去休息会，然后休息了一会儿呢，他也躺床来了，一个手搭我身上，我也没太在意，最后那个嘴啊就慢慢凑上来了，然后要亲我耳朵，就是想亲我嘴，然后我就没忍住，我就手一，然后就推他脑袋嘛，推一边去了。于是间那个气上心头啊，然后我就准备起来，他就给我按那儿了，就摸我，要脱我裤子，结果他摸了我一会儿，然后我就起来了。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哎，我一想到这个事儿啊，我就心如刀绞。我必须得，就是说，和我的几个弟兄们站在统一这个战线上。